我真有够有天的，以后受忝啊啦！拄则甲我讨论公司，讨论我一半下就困去啊。哦，啊，伊是咧无闲写，啊，电话无接，嘛无入去公司，啊，伊敢嘛毋是才拄好尔，敢咪受操啊？你看起来真烦恼伊哦。当然啊，根本你袂烦恼。唉，我较烦恼我家己尔啦。 伊是咧扶我模式哦，咧级别上个甲伊刘家丽的定罪啊！啊，我这个华生哦，就舍命陪君子啊，半暝啊毋困，咧陪伊咧找证据。啊，毋着好佳哉，我平常时身体练啊袂歹，啊虽然哦，逐工若困两点钟尔啦，啊毋过真是还是够真好。原来伊这阵啊，拢咧无闲即个代志哦。这个人哪会伫咧困，拢安尼摇头甲面？ 胡总，胡总，哎，那叶姐，是陈国华入来啊，我无拄着喏。啊，无拄着喏，然后呢？我摊在你面盲啦，望着我伫迄大草原顶悬，还有一只黄金猎犬咧甲我耍，哎呀，咱袂得拍给他，小舒服哎。所以你是把我当做雄鸡猎犬，胡总，你和我加入你的正义正邪联盟，我嘛想要去找证据。 我要予廖家烈接受司法审判。啊，你毋是伫向冲啊，姚作家，你搁管陈天的代志，你哪有时间？你日理万机拢有时间啊，我当然嘛有时间啊。我是真心想要为我所犯的错误来做弥补。当初我就是讲安尼，就是因为爱才会牺牲的。不过事实证明，我根本就做唔对啊。 我安尼做，有若害到伊，嘛绝对不去向你听话的秋风阿姨。你唔知哦，是要怪你家己啊！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人家刘家的上大无共款就是，咱也反省，你不要。胡总，我来啊！我刚迟到。你是无迟到啦，应该过来五幺，提早5分钟到，这是基本的礼貌。 歹势啊，我拄则咧找望远镜，好甲找找着。你知道望远镜是要创啥？咱若是毋是要看鸟啊？这有夜视功能，暗时安尼看较清楚。就这。我要开门呢。因为遐毋是我的车，咱今日开这台。 咱今仔日要骑脚踏车找证据。开车速度伤紧，我来做地毯式搜查。骑脚踏车较大路，即摆你坐后壁，该看下详细，看监视器无。Yes sir， 副总，你骑车较细哩哦，要保持平衡，人车合一。其实哦，骑脚踏车无遐个啊！我哪里也要骑车哦？刚刚我参加过三届，我得过冠军。 我来报告。啊！香啊啦！啊，香都无啥病啊，你也是无想飞出去哦。我还要一旦变个最烂钱。那么好，我若无你无说伊搬落去，后壁车都派去是变怎？